吃的。哎，不能吃，拜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要的。咱家买蛋了，咱们举一举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妈手机放了。他闻到那个。他以为有吃的。哦，他闻到香味了，是不是？靠边，别摸尾巴。看到鸟笼了吗？哎呀！哦哦哦哦！啥东西吃啊？哎呀！还有啊。喂。喂。来。啊！咬着了。还是让他吃到了。这里边装的是苹果，是吗？对，他闻到味道了，应该是。果冻味不是很多。他刚才有过来闻了一下，我以为他去找我的，我就给他闻一下，他走了。不然我就被吓死了。大摸尾巴，摸上头。他喜欢吃苹果。尿馋。